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化简这个，这个给它分母有理化，上下乘以四减根号七，这乘以四减根号七是四的平方减掉根号七的平方，是十六减七就是九，九乘以四减根号七，加多少嘞？乘以呢？分子分母乘以根号七加一，就根号七的平方减一的平方，就七减一是六，六乘以根号七加一。好，那这样就等于多少呢？九约分嘛，六约分，根号七跟根号七可以消掉，剩下四加一五。好，再看这个。这个我给它连通分，通分以后就是根号三减一乘以根号三加一，然后呢这是根号三加一的平方，因为这个上下乘以根号三加一减掉根号三减一的平方，这是上下乘以根号三减一，所以这个就是 A 平方减 B 平方三减一二，这个呢是 A 加 B 的平方减掉 A 减 B 的平方，所以这里有 A 平方 B 平方，这里有 A 平方 B 平方消掉，这里 A 平方跟 A 平方消掉， B 平方跟 B 平方消掉，交叉项，交叉项就是二，二 AB 的二跟它三，减掉呢负的交叉，交叉项是负，负的 2AB 嘛，二根号三，所以这是二分之四根号三，二一二二得四，所以是二根号三。